兄弟，我到市场了，你要什么机器呢？阿辉，我想要一个便宜点的13 mini。 那你对内存有什么要求不？128G 的就够了。那种便宜的13 mini 是吧？那肯定啊，肯定是越便宜越好啊。成色没有什么要求吧？成色好一点的，然后电池尽量高一点。哦，好好好，那我找到之后呢，我联系你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兄弟，你要的那种便宜的13 mini 给你找到了，给你拿了这台蓝色的比较好看，你看一下。这颜色可以啊，这个电池有多少？电池啊，电池我看一下啊，电池90%，90%电池已经很高的了。可以啊，这个多少钱给我呀？现在13 mini 的话行情跌了100，这台拿货呢是2350，2499给你就行了。这个可以，比我之前问别人的低多了，就要这台了。今晚拿回去再质检一下，没什么问题，今晚加上配件就会给你发走，放心。那太谢谢阿辉了。应该的应该的，放心啊，到时候我发你单号。